姥姥，你这喝的什么茶？我们年轻人都喝奶茶。姥姥什么茶没喝过呀？你不就是喜欢喝奶茶吗？姥姥给你做。姥姥，你多大年纪不知道吗？奶茶你喝过吗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非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我要喝奶茶，你搞这么水果干嘛？臭小子，水果做的奶茶你没喝过吧？姥姥，你也真敢想，反正我是没喝过。你等着，姥姥做出来的可好喝了。姥姥，奶茶就是茶叶做的。对呀，你没看过吧？小丸子，过来帮忙。自己干吧，我不去。那你就别喝了。姥姥，你要做的比奶茶店的好喝多了。那是，下次喝奶茶不用上奶茶店了吧？来，二眼，尝尝这味道怎么样？姥姥，这好好看呐！姥姥，我下次还要喝。好啊，姥姥下次还给你做。抖音。